来一个月内有七场将会待在新庄城堡，而且是由陈立焕来防守对方的控球后卫李凯燕。Quincy Davis 今天也打到了先发，哇、很多的全场的压迫啊，第一线哦，给你很多的身体的接触，不准备给你，得分，是拿下五分，他今天第一节就得了五分了。对，而且你看他虽然说只得五分，可他在场上的时间，因为可能大家也觉得，他的身材够壮，是不是应该往里面打一点机会比较多？是，杨金智，这个 Liggins 控球，林世轩反而变成二号了。刚刚上场李云峰右边的切入，故意的110公斤了。苏西，底角阿敏来了，但是关键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守了。是，这个火锅，天凯尼在后场压迫的 Liggins。苍蝇一样，对，沙龙巴士你还一直黏着，黏着 Liggins， 这局的优势是在梦想家，这边大打小，好球，杨金智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两边都是一样嘛，有机会大家就打合理的球了，最高就是可能198，对，还有一些还192而已有了，三分外线小胖的出手，Liggins。第一节得分最高，再一个，够壮，对，不过传球发生了失误 ，Liggins 插对角 ，Stevo 已经就定位，球被点掉，钱肯尼，对，后面还有简浩，士官长的晚点名，晚点名，这犯规的凯燕重新回到场上，李凯燕。中距离突然间机会出来了，这样子一空档出来，过去是 Thomas 的工作 ，Devo， 凯燕又是 Davis 帮他挡，这护城河挡得太好了，你看 Davis 的防守又拼了，又抓到一个，又是给李凯燕，连得七分，Davis 一分，跟二等兵小敏击掌，陈俊南上来了 ，Quincy Davis 跟凯燕的合作。竟然只要10公里，这是真的很近。对，然后两个现在在台湾相遇。对，一伸舌头。你看你这球，其实他切入的时候已经看到 Davis 在那边了。他有的人看得到，二等兵小敏再塞一个，来 Q 了，剩4秒时间，再来到他手上。今天的 Davis Liggins 打不进去，再送出来。再一个，还有2分钟结束上半场，这场激战，底角，完全 wide open， 小米陈俊南秀一个三分，这个底进攻时间跟上半场的时间有着4秒左右的差距，高调进去给 Q， 快来上上，阿米三分外线投射，开始了，领先15分的是梦想家。踢板球打进去给 Q， 或是 Yankovic 上来，他们也都会看到远边队友的一些外线机会。阿米后撤步的出手进，不成了。你看你防守的人，你上来，这个时候就给小球。上半场你不上来我就投嘛，其实就是看防守怎么样做才去休息，这是必须要的。三分外线 ，Quincy Davis 的洲际飞弹蛮嚣张的。对，李峰一个转身出手球反击。阿米切到禁区2分，挑轻松。没有 Liggins， 当然也没有 Q。林立人刚刚上来，一记 Rainbow Shot。再给小丽看到底角。三分外线的林立人。123分啊，本季最高得分了。对。林立人小球，不错。好，球最后是在张文平手上投进了3分。在6次例行赛的交手是战成了3-3平手。